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世音菩萨传》。俗话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我们的一切善恶果报都是自己造作而来，福报由善心、善言、善行积累而来。时时心存善念，口说好话，身行善事，可以修福培福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福报自来。从佛教的观点来看，这世间最快增长福报、消除业障的方式就是孝顺父母。一个孝顺父母的人，心念必然是良善的，能够与佛心相应。如《净行品》中说，孝事父母，当愿众生善事于佛，护养一切。希望让善神降临家中，希望获得菩萨感应，所求满愿，遇难成祥。那么就从今天起，真心诚意的孝顺父母。阿姨是幽州城小有名气的木工，伊的手艺真好，也阁是一名大孝子，将真老的母亲奉提甲非常的周到。可惜伊细汉的时阵，因为一场真严重的重病，变成摆卡，即马走路拢一摆一摆。不但甲伊本人真清秀的面容无啥素配，做囡仔也拢袂佮意。一直到即马已经要30岁啊，也是孤单一个人。阿姨的母亲真着急，3天2天就催伊爱赶紧结婚。大心的阿姨，伊总是苦劝母亲卖烦恼。伊讲缘分若是到啊，自然就有对象。也佫讲，伊一定会娶一个真贤惠的新妇，夫妻做伙来照顾你老大人。有一天，阿姨经过一条小溪，看到岸边有一尊歹气的观音像，伊感觉疑心不忍，心内想：好好的圣像，哪会当乌白乱弹呢？所以阿姨就将这尊观音像砸断一处，慢慢啊修补好了后，就放伫厝内的大厅供奉。阿姨逐天拢会恭敬礼拜菩萨。伊无求荣华富贵，无求家己的姻缘，只希望伊母亲会当平安健康，长命百岁。3年后，有一天的下暗，阿姨梦到一位老阿伯，伊用手搔伊双脚的关节，然后对伊讲：“你予我的圣像复原，又阁是一个孝子，所以我专工来帮忙你。”你赶紧起来，去外口跳跳走走嘞。阿姨感觉莫名其妙，直接就回答讲：“我是一个摆卡，哪有可能会走阁会跳呢？”老阿伯的面真慈祥，笑笑对伊讲：“你无去试看卖下，哪会知影无可能？”阿姨听完，就对伊梦中醒过来，伊抱着试看卖的心情。真正惊落眠床，伊发觉家己竟然会当正常行路，要走要跳拢毋是问题。伊非常的惊喜，
当时也领悟到，那位老阿伯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这件代志真紧就传开，城内大大细细拢认定，这尊观音像有神奇的感召，大家拢抢要来阿姨的厝来祭拜，所以阿姨就将圣像奉献出来，号召乡亲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修建一座观音庵，祭祀菩萨。阿姨在这个过程中，经由一位人士牵线，也带着真贤惠美娇娘，可见孝顺的人绝对会有好报。经典中说：“父有慈恩，母有悲恩。世间所高，莫过山岳；非母之恩，欲于须弥。世间之重，大地为先；非母之恩，亦过于彼。天下最幸福、最富贵的，莫过于父母都能健在。为人最基本的，就是要做到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。父母恩重难报经里说：假使有人左肩担父，右肩担母。”沿皮至骨，穿骨至水，绕须弥山，经百千劫，血流莫怀，犹不能报父母深恩。修行学佛也是孝行的表现，小孝奉养父母，忠孝三归五戒，功德回向父母，大孝行善，服务社会，造福大众，上孝行十善，发菩提心，自利利他，不上孝，明心见性，广度友情，如本师释迦牟尼佛究竟了脱生死。佛陀多次为弟子开示，要勤修佛法，孝敬父母，因为这份真诚的孝心与供养三宝所获福德无异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让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小婷自细汉受到乡亲的疼爱，养成伊人性目中无人的脾气，欠缺包容的心，动不动就会因为一寡小看代志看袂顺眼，气甲噗噗跳，甚至甲爸母冤家。一天，小婷又阁为着一个名牌包，甲伊母亲起冲突，大吵大闹过后，伊竟然讲出一句话，伊讲。连一个名牌包也唔敢买给我，我活嘞，佮有甚物意思？干脆死死嘞！讲完，伊就行出大门。经过一点钟后，伊的手挂一罐酒回来，将家己锁伫个房间。到食暗顿的时间，拢无出房间门一步。小婷的母亲发觉到代志无啥对，就入去房间查看。伊看到桌顶放半罐高粱酒，也阁有一个空的药罐啊，边啊有一个字条啊，写着：“你即马满意啊吼，你欢喜啊吧？反正我其实对大家拢好。”小婷的母亲惊一跳，马上将伊送去病院。可是小婷已经失去知觉，医生判断即马毋是洗胃的好时机。只会当先吊大肠，插管才呼吸器，维持性命现象。但是小婷的情形愈来愈歹，完全无好转。伊的爸母急甲毋知影要安怎，伊的母亲更加无助，无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伫病院的走廊放声大哭。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声音在讲。这不是小婷的妈妈吗？你哪会在这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小婷的母亲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小婷的高中老师，伊刚好来病院探望朋友。老师向前关心，听完代志的经过，医生是摇头讲：“
这个孩子真的是想不到事情了，有问题应该要好好说，为什么要这么冲动，用激烈的手段惹父母伤心，自己也受罪。老师叹一口气继续说，要在这流目屎，不如跟我做伙念诵观音菩萨的圣号。观音菩萨伊是大家人的母亲，只要咱虔心祈求，菩萨闻声救苦，一定会让小婷活下来。小婷的父母就在老师的带领之下，围在小婷的病床边啊，双手合十念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小婷的母亲一边念，一边在心内祷告，请求菩萨卖带走伊的查某囝。小婷的本性袂歹，是做母亲的无好好啊教伊。菩萨若要听话，就听话我吧。佛陀曾说：“使我即成无上道，皆是父母育养慈恩，从此得生，感动天龙鬼神，父母恩重，孝子所至。”今得为佛，并度国人，皆由孝顺之德。也就是说，能够真正报答父母深恩，即能成就无上佛道。所以昔日佛陀于净饭王逝世后，为父担官，目见年尊者欲救拔母亲脱离恶鬼之苦，而起建盂兰盆法会。孝道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父母恩重如山，难以报答，因此即便父母不在了，也要多做功德，使其超生善道，往生净土。真正报答父母深恩的方法，就是将父母给我们的这份爱化为大爱，爱一切众生，行菩萨道，自利利他，使这份爱源远流长，温暖世间，这才是真正大孝的实践。祖母一心一意想要代替子儿承担罪过，这种伟大的情操感动了上苍，让四肢冰冷、面上早就已经无血色的小婷渐渐有了知觉，然后慢慢地醒过来。小婷目睭开开，感到目屎，真虚弱，向伊的父母讲实话，讲伊唔对啊，以后袂阁再做戆代志，嘛袂阁教因三兄弟冤家啊。小婷的母亲真激动，一直说你没事就好，然后她跪在土卡，一直向菩萨磕头，哪磕哪哭哪说多谢菩萨。祖母的心情任何人看到都会忍不住眼眶红红。几天后老师来探望小婷，看到小婷复原的状况真好，伊嘛感觉真安慰。除了安尼，老师阁发现，重生以后的小婷变甲无共款啊！不但温和有礼貌，阁会主动开口问老师：“我听讲你是佛弟子，对佛法真有研究，你会当介绍给我吗？”老师非常的好奇，小婷的性情为虾米会有这种大转变？小婷向老师解释，伊在昏迷时阵灵魂出窍，看到观音菩萨，菩萨带伊去地界，和伊亲目睭见证，不好的人爱就刀山落油顶的惨苦。然后伊甲菩萨回到病房，看到家己倒伫眠床，伊的父母伫边啊哭甲真伤心，佮艰苦的模样。伊阁听到伊的母亲对菩萨的祈祷，这才让伊真正觉悟。当下，伊就向菩萨忏悔，下定决心要改掉伊的歹脾气，好好啊友好父母。小婷确实也说到做到，对迄天开始，伊甲父母和乐融融相处，脱离以往拜金女的形象。教老师做伙去孤儿院，搁去安养院服务众生，最后皈依佛门。
经典中形容人在临终时最后一口气将断，身体开始不听使唤，逐渐僵硬，然后痛到极点，犹如深龟脱壳般痛苦交煎，苦不堪言。正所谓生时唯独来，死时唯独去，朝苦唯独受，轮回唯独行。如果我们能够将正念心时时刻刻安住在正法上，持戒清净，断恶修善，广植福慧资粮，才能于临终时正念现前，借由佛法的智慧看破生死，然后借此撤离自己，找到生命的目标，多做造福大众的事，多为自己培福，不让岁月空过。等到面对死亡时，才能优雅地脱掉那千斤重的无名躯壳，安然自在往生净土。文成他是急诊室的医生，看过很多生离死别，对生命无常特别有体会，促成他去修学佛法。这几年下来，他也照着佛法增长智慧，同时帮助很多病患和家属渡过难关。有一年冬天，文成在急诊室值班，送来一位心肌梗塞的病人，他病情非常的危急，气息真弱，面容和牙齿都已经出现紫乌色，心电图和验血报告也都显示他的心肺功能受到很严重的迫害。按照文成的经验，这位病患大概是凶多吉少，所以他就设立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但是病患的太太真歹接受这个事实，当场跪下来苦苦哀求文成，请医生尽量救人，就算救起来变成植物人，伊嘛愿意照顾伊一世人。患难见真情，文成也被感动。文成讲，救人是我的职责，当然会尽全力去做。你是病患的亲人，会使对即马开始为伊念佛，改变业力。如果会当虔诚发下大愿，安尼更加好，会当感召菩萨来护持。太太听完马上回答无问题，对即刻开始，阮夫妻会一直如数念佛，念到老，念到死，尽全力弘扬佛法。就安尼，太太就守伫家护病房的外口，一直念观音菩萨的圣号，规暗拢无困。天光后来几位青年，因也陪着太太做伙念佛。这群青年，因拢是病患夫妻的学生。因对文成讲：“老师无生囡仔，将因这几个弱势家庭的囡仔当作是家己的囡仔，照顾因的生活。”文成听完，心中有真侪感触。伊主动替病人请来一尊观音像，放伫个眠床头，祈求菩萨佛力加持。几工后，原本已经扭袂到血压的人，生命的迹象竟然渐渐稳定回升，人嘛已经清醒过来。一礼拜后，伊个人真有精神，家己会当行出病院。这对夫妻甲文成变成好朋友，常常来拜访伊。一方面感谢文成救命之恩，另外一方面也少少去参加佛事。关于文成，伊每一次见到这对夫妻，除了深深感觉佛法真正是不可思议以外，也让伊更加相信因果不虚的真理，相信善有善报，好人一定会得到菩萨的救度，消灾解难。当业报现前时，如果我们不知反省，反而再造新殃，那么就只能在轮回中不得出离。经典中说：“莫轻小恶，以为无殃；水滴虽微，见盈大器。”
一个念头的生灭，即感一世生死。所以每个当下能够念念做主，清楚明白当下，便生死自在。因此我们要及早忏悔，及早警惕生命为脆，轮回可畏，利用有限的人生精进用功修行，懂得少欲知足，不怨天尤人，常存感恩，懂得惜福爱物，活在当下，进而转恶缘为善缘，让善缘成就此生的修行，不让自己在无常到来时徒留遗憾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播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十方法界基金会。Thank you.